被骗到了吧？不是我奇怪，是这包卫生纸真的能吃，因为里面包的是软绵绵的棉花糖。橡皮擦擦一擦，掉出来的屑屑越嚼越香，别吓到，其实它是鱿鱼丝啦。愚人节不搞怪怎么行？超商联名翻完零食，还有这盒巨型火柴也不能点火，它是用巧克力酱包裹的饼干。但最能骗到人的还是它。你看得出来这是什么？第一眼看到，应该卫生纸吗？它其实是棉花糖。棉花糖。哦，卫生纸有像有像，然后一整他就搓搓，发现手黏黏的，有被骗到是不是？有，很像卫生纸，蛮像的。对，非常像。我之前同事有拿那个肉形石，它是石头，然后长得像肉，然后还咬下去，所以真的会被骗。对，真的会被骗。那现在愚人节会被骗到？啊，应该不会了，因为我会不相信任何人在这一天。看来想骗到像这位先生一样早有防备的人，还要下点猛料。打翻的饮料，整人番茄酱，让上班族立马醒神。更崩溃的是，这个远端遥控小强打不死，快被同事揍了吗？赶紧拿出木鱼弓的枪消消业障，或是用脚底穴道袜按摩道歉。二整商机居然也带动电商平台销售直翻两倍。愚人节相关关键字热搜成长了近5倍，整人玩具更是热卖，业绩成长了2倍。我们看到平台热搜单品主要是以逗趣、机煞、酷搜三大类型为主。素食业也来凑热闹，把猪仔流沙包压成大饼脸，小猪表情更无辜，身材也消耗一半。还有这杯真奶，不加奶不加茶，只有水和珍珠，统统都是愚人节限定。不过好玩归好玩，可别真的玩过火，整到没朋友。新闻，他是郭海，他会吗？